好多人都话宠物陪伴人走过高低，我都好同意噶。嗱，等我介绍下先，陪我走过低谷嘅咧就系呢对白燕姊妹豆豆同埋 B B 啦。好多人都话眼睛上面有两个小白点嘅佢哋好似柴犬噶。大约喺两年前，我因为工作而受伤，腰对落嘅位置几乎喐唔到咁滞。嗰时其实都几灰噶，有谂过我系咪呢一世都唔可以正常咁行得翻呢？不过我就话可以唔出街啫，佢两个就一定唔得啦。复康嘅日子，我都系撑住拐杖，一个人拖住佢两个落街。有时街上面有人见到佢哋两个，又会上前同佢哋玩。而在后面拎住拐杖又拖住条绳的我就十分理气了。虽然每次带他们出街都好像打仗一样，但亦因为这样我都变相动多了，运动多了，慢慢行得好了。到现在虽然不是 100% 好返晒，但已经不再需要撑住支拐杖了。我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他们两个，我未必可以好得返。而家谂翻转头，嗰段日子我哋互相陪伴，或者佢哋未必明白，原来出下街都可以有咁大意义。但对我嚟讲，我哋一齐行嘅每一步都系跨越紧一啲障碍、一啲挑战，同时间都系建立紧我哋之间嘅感情足印。我知道呢啲足印喺呢一世都唔会消失嘅。